羽球，戴资颖累积球后85周，周天成生第5最新世界排名出炉。根据世界羽联 BTOP5 所公布的最新排名，台湾一子戴资颖仍稳居世界球后，生涯累积85周的后座。而刚在新加坡公开赛夺冠的台湾一哥周天成，男单世界排名升至第5。女单方面，本周前十名没有变化，戴资颖仍以96817分的积分稳居球后，第二名的山口茜积分为84963分，第三至第十名依序为印度好手新度 PUICRILOEISINDHU， 泰国好手伊瑟农 ITCHNOKINTANON， 中国女将陈玉菲，日本好手奥原希望，中国女将何冰娇，西班牙前球后马林 CLOLINVIMARAN， 南韩程池篡，印度前球后塞纳 ICINANEHTAPLUAL。 男单方面，周天成上周在超级500系列新加坡羽球公开赛夺冠，排名从第7名升至第5名，积分为67944分。而生涯首闯超级500系列赛决赛的许仁豪，排名升7名，来到第34名，积分为37340分。世界球王界仍是丹麦安塞隆 VIKTORAXELOSN， 第二名为大马名将李宗伟，第三为中国好手石宇奇，第四位南韩孙婉虎，印度斯里坎特 ISIKANTHKIDAMBA， 日本桃田贤斗各掉一名，排在第6、第7、第8至第10为中国陈龙、林丹、香港武家朗。男双方面，廖敏俊、苏敬恒仍排在第10，李哲辉、李阳上升一名来到第11名，卢敬尧、杨博涵则掉到第20名。